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穷子见父有大力士，这个穷子啊，就是这个二乘的人，跑到外边去啊，不知道真正的修行方法，各处跑跑来跑去，因为跑的地方多了，回来就遇见佛了，再见着父亲。见着这个父亲呢，有大力士，这个大力士智慧大，这叫大力；神通大，这叫大势。他看见佛这个智慧也这样大，神通也这样大，既怀恐怖。这个二乘的人一见着佛像啊，相好庄严，威德特尊啊，这种相海身，他就生了一种恐怖。为什么生恐怖呢？啊，他说我从来所见的都没有这么样子微妙啊，这种的相好超过天人的相好了啊。于是乎他就生了一种恐怖了。恐怖什么呢？他就想啊，这大约是遇着魔王，所以他呀来至此处，回来至此他就后悔了啊，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呢？这个地方哦，思回切作试念，他自己呀就想了，自己也偷偷的这么想，切作试念，偷着想，不叫其他人知道。思回是王啊，这个王啊不是果王的王，也不是天上大梵天王的王，这个王啊就是魔王。哦，这是魔王啊，就好像那个舍利弗啊，在那个前边说，哦，这个蒋飞佛作魔，扰乱我心也。他说啊，这是不是这个佛是不是魔变的呢？啊，他来扰乱我来了。舍利弗那么大的智慧，生了疑心。那么现在这个穷子呢，那比较舍利弗相差的那太远了，没有舍利弗那么大的智慧，所以啊，他智慧是王，智慧是魔王啊，会是王等，会是啊这魔王的徒众，魔子魔孙，非我拥立得物之处。说这个这种的地方啊，不是我修道的地方，哎，不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占到钱的地方。
非我用力之处啊，就不是我所修行的地方。啊，得悟之处，得悟就是啊，我在这儿修道啊，不会开悟的，不会啊，得到好处啊。不入王治品里啊，不入我呀，再到那个品里那个地方去喽，到那个穷的地方。什么穷的地方啊？就还到我那个二乘的人所修道那个地方去，我叫品里二乘人。四力有地呀、啊，我到那个地方啊，我也可以修行，可以用功，一时一得呀、啊，啊，我到那地方也可以得到这个正道的实，也可以得到这个助道的一。我在三那个地方修行啊，是比较好。绕九住此，假设我要啊，常常在这个地方站到这个地方，在这地方等着，回见逼爬呀，回着见逼爬呀，回着呀，他一定要我修大乘法。这大乘法我不可以修的嘛。不可以勉强我修行吗？强使我做啊，勉强啊，来叫我修这个大乘法啊，这是对我都不相合吗？做事念矣、啊、他自己偷偷的做这种的想念之后，疾走而去，因为他看见大乘的法呀不容易修，修大乘法的人呢，就菩萨修大乘的法要入生死，要入生死。二乘人呢，他就怕生死。大乘人要啊游戏人间，敬佛果度，教化众生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么样子啊，入生死而无生死啊，在凡尘而出凡尘。所以啊，这大乘的境界是这样。二乘人呢，他最怕了，这个得了，到哪个地方去啊？不行，我都是不可以修这个大乘法啊。他自己呀、啊、就把他自己看的像像一个一粒微尘那么小，不像那个大乘菩萨境界包罗万有的。他因为这个境界小，所以就怕了，所以就疾走而去，就跑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到那个小乘的地方去了。是父长者与师子坐，见子便时，心大欢喜，即作誓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福，我常思念此子。无有见之，而乎自来，甚是我愿。我虽年朽，犹故叹息。师父长者，当时啊，这个大父长者就是佛，与师子坐在这个法王座的上边，见子便识啊，他一看见这二乘人呢，他就认识了，认识啊，
哎呀，现在虽然是二乘的众生，但是在以前我都给他们说过这个大乘的教理，他们都有大乘的种子，所以呀、啊、便是心大欢喜呀、啊、因为这个众生得度，佛愿呢佛的愿力呀、啊、圆满了，所以就心里呀、啊、大欢喜，生大欢喜，即作是念。于是乎啊，这个大富长者也就这么样讲了，我财富库藏，我这种的法财无量，库藏这个诸残解脱也是无量，那么所有的三十七助道品啊，这个六度万恒啊，四地十二因缘等等的这个法财，今有所福啊，现在呀都有人承受了，有人继承了。我常思维呀、啊、我常常啊心里这么样想，想什么呢？我常思念此子，我常常啊心里想念这个这二乘的众生，无有见之啊，他们离得道啊越离越远，我看不见他们，而乎自来呀、啊、现在他们都啊回小向大了，发大乘心啊，甚是我愿的现在呀、啊、所以对我这个心愿呢也很相适合的，对我这个愿呢是可以满我这个愿了，是甚是我愿。我虽年朽啊，我虽然是年纪朽迈了，这么样子已经啊将年要入涅槃了，犹故贪喜啊，我还呢有一种贪爱这个怜惜的心啊，怜惜这个二乘人呢没有得度，我这个愿力啊还没有满呢，咱们现在他们这二乘的人来了，正好可以满我这个贪惜的这种愿。既前旁人既追讲还，而是使者即走王座，穷子惊愣，称冤大患，我不相犯，何为见作？使者直至欲极，向前讲还。于是穷子自念无罪，而被丘指，此必定死。转更荒步，闷绝辟地，即遣旁人。佛呀，见得这个穷子跑了，他因为认识这二乘人，看他已经回来了，又跑了，于是乎啊，就派啊这个菩萨到那儿去教化他，这叫祭遣旁人，就啊派这个法身大士啊。这个普行菩萨道，这个大菩萨去追他去，急追蒋环，说你去把他渡
渡一渡，叫他回来了。而是使者。当时啊，这个菩萨呀，即走往坐。这个菩萨，他去教化这二乘人呢，他用心呢用的太急了。到那地方就赶快给他说大乘法啊，说你回来，行，菩萨道了，菩萨道，这是才是成佛之道啊，就去给他讲大乘法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他就讲座，想啊用这个法案把他渡回来，这叫啊把他捉住，用这个法宝啊把他渡回来，即走往坐。穷子惊愣啊，这个二乘人一听，从来也没有听见这个大乘的法啊，在这一生之中竟学这个小乘了，所以他就惊愣啊，还有这个法？没有吧，乘员大叫，于是乎的他就说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法门的。对，他因为怀疑，这叫乘员大叫，就自己呀觉得自己不能修这种法。我不想法，他就说了，说我不想修这种法，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修这种大乘法呢？啊，这叫何为见作？我不想修这种的大乘法，你为什么一定强排着叫我修呢？使者指之，欲急，这个菩萨派这个菩萨度二乘人，这个菩萨因为佛叫他去度啊，他就着急了，所以啊才这个执志啊欲急啊，他越不要修，他不行，你要修啊，你一定要修大乘法，要回小向大，你不修大乘法怎么能成佛呢？你不要再这么样子不明白道理，不明白大乘佛法，你赶快来修大乘佛法吧。这欲急，他越不听这个大乘的法，他越要叫他听，越叫他听他越不听，他就越生一种恐惧的心啊。强迁讲还，勉强啊把他抓回来，捉回来，用个甚至用绳子把他给捆上，那么样子把他牵回来。这个就想啊用这个大乘的法呀来呀把他渡回来。于是穷子啊，他越想叫他回来，这个穷子就越怕。哈，你这不知道有什么埋伏呢，你当然这不是真的叫我修，真的叫我修，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自念无罪。我也没有犯什么罪呀。自念呢，我从来我都不想修这个法，你为什么一定叫我这个修这个法呢？而被秋指啊，你这么勉强我，你这么样子令我不自由，我欢喜修什么法就修什么法吗？你岂可以一定叫我修你那个法呢？此必定死啊，我要修你那个法呀，这一定就完喽，什么也不成功喽，这死了，死了就什么都修不成道了。转更慌怖，这个时候啊，他越要渡他越想跑。越想跑他越慌怖，就恐慌上来了，闷绝屁地，就喝死了，把这个二乘人呢就喝死。
不遥见之，而与时也。不须此人勿强将来，即冷水洒面，令得醒悟。莫夫与鱼，所以者何？父之妻子，至一下列。自知豪贵，微子所难。神之世子，而以方便，不与他人。云是我子。使者与之，我今放如随意所去。穷子欢喜，德未曾有，从地而起，往之贫里以求衣食。这个佛呀，看见这个二乘人呢，喝的吓死了啊！他远的时候，在很遥远的地方啊，就看见了。这表示啊，佛看见呢，这二乘人呢，不受这个菩萨的教化，于是乎啊，他就想用方便法门。而与使者使言，对这个使者呀，对这菩萨说了，不许此人，说你现在不要这么样子同他讲这个法了，好像来个游客，到这地方，你尽量给他讲真正啊，我们这佛法好啊，佛法是最妙了，又能了生死，又能啊。生智慧，什么叫了生死啊？什么叫生智增智慧呀？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你和他讲的太多，他跑了。愿为，这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你要会看他欢喜什么。所以今天这个给这小孩子先给他一块糖，你不管他。相信佛法不相信佛法，给他一点甜的他吃啊，这个甜佛教讲堂有看的，有甜的东西啊，他心里啊欢喜吃糖的就高兴了。你要一来你就给他苦瓜吃，不行不行，不愿意吃这个啊，一来你就对他讲啊，我们这儿啊很苦的，修道要很不容易的啊，他就怕了，哎，我可不修道了，一个样道理。我相信要是他一来的时候知道要这么辛苦，一早起要早起身，晚间又睡得很晚的，他一定早就跑了。不过这个只不过得着一点味道了，现在想要跑，但是又觉得啊，但是在这试一试，哎，不跑了。可是试一试啊，你和这个你们两个应该换一换，换什么呢？把他的记忆力给你一点，把你这一种啊这个打坐的这功夫给他一点。这个你的慧力不如他，他的静力不如你。他这个慧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他这个打字啊，转法轮那来的。你这个静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你懒得做工啊，就做愿意做的。你们两个人呢？应该互相陈词一下啊，
但至于这个小沙弥呢，这现在还戒也谈不到，定也谈不到，慧呀，有多少？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慧呢？有自私的慧。很欢喜呀，要独善其身，这叫自私，消费是。这个呢，你们三个人呢，应该要互相合作一下。没有的给有的一点，有的给那个没有的一点，高的给那个矮的一点，自己不要那么高，矮的也接受，再长高一点。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互相来合作。本来这个呢，对着我打网语，说是去了告两个礼拜的假，然后啊五个多礼拜才回来，这叫打网语了，犯戒。不单这个打网语，他还打了很多网语。不过现在呀，有几个人对我讲啊，说这样人呢不能收他出家的，你收他出家将来他也不守规矩也不守概率，那么叫他走了最好。我又一想，这个人呢，谁从来都是从那个不明白那个地方走到明白那条路上的，现在他肯发心修道，这也是不容易的。在美国这种的天堂的地方，人人都不愿意下地狱。做出家人呢，吃的也不好啊，住的地方也马马虎虎的，比一般的人等于地狱一样的。所以呀，可是这个地狱啊，是了苦的地狱，不像那个无间地狱啊，没有了的那个地狱。所以呢，我想啊，还给他留一个修道的机会，因为佛教里头要有一种慈悲心，所以啊。慢慢试试看，应该欢喜说这一句话，是试试看，试试看。现在，不虚此人。我现在呀，是不要这个人了。勿强将来，你不要勉强啊，叫他来修道成佛教喽。等一等，一冷水。洒面，冷水洒面，这是人呢。前边呢不说他闷绝辟地，已经是吓得死了啊，吓得死了。现在人死的时候啊，你用凉水，这个凉水呀、啊，给他一喷这个凉，这么凉水一到他脸上啊，这么一激灵啊，他那个八十啊，因为。这个突然间有凉的水到面上，他的这个魂派又回来了，三魂七魄呀也回来了，所以就会活，就会活过来。洒面令得醒悟，令他自己明白，这就是啊，你等一等，等一等看他，叫他自己呀、想一想，然后再说。我现在就等一等，想一想再说。莫夫与语，所以者何？父之妻子，至以下列，自知豪贵为子所难，
神之世子，而以恒变，不与他人，云是我子。使者与之，我今放汝，随意所取。穷子欢喜，得未曾有。从地而起，往至贫里，一丘一石。在昨天所讲的这个穷子，因为怕这个大乘的佛法而喝的闷绝辟地，咱们这个长者呢又叫人以冷水洒面。什么叫冷水洒面呢？就是叫他这个四地法，四地的水来呀，令他修行得到啊正果，这叫啊醒悟，得到正果呢，这醒悟。啊，又告诉这个使这个使人呢，说你不要和他讲话了，莫服于你不要再和他说这个大乘的佛法了。所以得和什么原因你不要给他讲大乘的佛教了呢？父之其子，这佛知道啊，这个小乘的人呢志意下列，他啊的志向和他的意识啊都非常的下列啊，就是很没有知识的，也就是啊他的根性啊是个小乘的根性的，不可以给他讲这个大乘的佛法。自知豪贵，这佛呀自己知道自己呀豪贵啊，这个法身周遍一切处，报身、应身啊，都是啊特别尊贵，为子所难。为这个小乘的人呢，他不容易相信，他很难信。神之世子，可是佛呀，观察这种的机，观察这种因缘，知道啊。这一类的众生都在啊，二义佛那个时候已经啊受过教化，得到这个大乘的有这个大乘种子，所以啊才审知世子，知道啊这是佛子，而以方便不与他人呢，而以方便。这个大乘法他既然不能接受了，所以呀、就用这个方便全巧的法门来呀教化这小乘的这个众生。不与他人，这个不与他人呢是从这个经来说，就是啊以前所说的全法，没有说呀这个二乘啊的人也都是佛的子，都是佛子。往远了说呢，就是啊从鹿原那儿开始，从鹿野原呢那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在恶寒是和这个方等是都没有说呀、这个二乘人呢都是佛子，从来都没有讲，这叫啊不与他人。
云是我子，没有说是二乘人的。好像这个法华会上给舍利弗受记，将来呀是花光佛。那么在以前呢，佛没有说这个声闻人呢是佛子，只有菩萨是佛子。使者与之，那么这个使者呀，就是佛用佛这个智慧也叫使者，这个佛教也叫使者，然后这个菩萨也叫使者。愚智就告诉了这个穷子了，我今放汝，说我现在不一定勉强叫你修大乘法了，把你放开了，随意所去，你愿意啊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随你自由了。嗯啊，你愿意修小乘法你就修小乘了，随便啊，我不一定用这大乘法来教化你。所以啊，穷子欢喜呀，这个小乘的人呢啊，一听说随便还叫他修自己修小乘的法了，于是乎他就欢喜欢喜，得未曾有啊，欢喜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欢喜，从地而起。因为啊，前边呢说他闷绝辟地了，已经呢吓死了，现在他用凉水把他醒悟过来了，所以啊就从地而起。从地而起啊，就是已经啊想要不修行了，现在又起身修行了这个小乘法。往至品里以求一时，又到这个这个品里啊，就是二乘的这个境界，到这个二乘的境界，修这个小乘的道啊，以求一时。这表示啊，修这个正道啊和这个助道，比方啊也就好像求医时是一样的。而是长者讲欲游引妻子，而设方便，密遣二人星骰交瘁，无威德者，如可一笔须臾穷子，此有作处，备于如之。穷子绕许，将来始作。绕言欲何所作，便可与之。故如除粪，我等二人一共汝作而始。在这个二乘人呢，修这个见道和修道位的时候，见道和修道就初果、二果、三果，这个时候，这就是啊，譬如这个品理，这个时候，长者讲欲游引其子，这个长者呀，这个佛就将欲，将欲啊，就是将要这样，还没有这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打算，这就属于是啊，佛啊观察这种机缘，是应该怎么样啊来教化这一类的众生。所以说讲欲游引，用这个一种的权巧方便的法门呢来游引其子，而设方便，于是乎啊就想出一种的方便，密遣二人呢？什么叫密遣二人呢？这个二人是哪两个人呢？这是啊，菩萨化作声闻缘觉这两种人。
菩萨，佛呀是令的菩萨变化作这个声闻缘觉，这两个，这也叫二人。这要是啊，按那个教上来讲，按法上来讲，也就是啊四谛十二因缘，用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呢来教化这一类的众生，这也叫二人。密遣，这个密遣呢，就是要按照教理来讲，就是说的这个半满字教就是密，半字教就叫浅，这个佛说法有半字教有满字教。什么叫是满字教呢？在法华经原教就是满字教，三藏教、通教，这叫半字教；原教，这叫满字教。咱们这个满字教呢，就是密；半字教呢，就是浅。这个要按着人来讲，内密菩萨横叫密，外现声闻身这叫浅。要按着这个全实来讲，这个实教就是密，全教就是浅。所以啊，这个菩萨也就是密，这个声闻就是浅。所以密浅二人呢，就是用这个菩萨来画这个声闻身，形色憔悴。这个小乘啊，他不修相好，小乘人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怕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他修这个法，修这苦啊，这一切真苦啊，苦得不得了啊，这么苦我要修行了，哎，这一切没有什么可指着的，都是空的，没有什么意思，于是乎他也修行了啊，这叫苦空无常。他也想了，哎，这十二因缘呢，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有什么可贪恋的？于是乎他修行了无我，小乘人家也讲无我，哎，要破执着，没有我，这也是他修的。咱们又修这个不净观，不净看一切都是不净，哎呀，这太，这个五浊恶世啊，一切都是很肮脏的，这个身体也是肮脏，什么都是肮脏的，什么都是不洁净的，他看一切都是不洁净的，于是乎他就想求净了，他看不长，他就想得到这个常乐我净，修这个偏空的理，他没有悟的中道理。所以啊，他不求相好，不修啊，好像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他不修这个，所以这叫啊，形色憔悴，因为他不修相好。这个小乘的人呢，你要是现一个千丈卢舍罗身的，他简直的，他不相信的。现在教育这个菩萨变成这个这种呢声闻缘觉的样子啊，所以形色憔悴啊，
无为德者，无为德，这个为德就譬喻啊，这个实力和似无所谓的实力。那么这个无为德者，就没有这十种的智力和似无所谓这种的威德，没有这个实力似无所谓这种的威德啊，所以和二乘人是一样了啊，如可一敌呀、啊、那么、啊、这佛呀叫这个菩萨化妆啊，本来是菩萨像，才变成化妆成这么一个穷人，嗯啊，变成了二，和这个穷子是一样。这化妆化好了，是如可一比。现在啊，你可以呀、啊、去了，你可以到那个到哪地方去了？就到那个贫里呀、啊，那个穷子那个地方去。须臾穷子，你呀、啊，不要像以前那个。前边的说是急追讲还呢，很着急去给他讲大乘法，现在你慢慢的讲，不要那么着急了。须臾穷子，你慢慢的对他说，说什么呢？说此有坐处啊。什么叫坐处呢？坐处本来就是做工的地方，这是坐处呢，就是修道的地方。修什么道呢？修这个见道和修道的位，就是修这个初果、二果、三果这个位置，叫此有坐处。在这个外道啊，他修这种苦恒，可以能福毁，福毁福啊，这个福就是降服那个福，就言其啊，他把它可以降服了。但是降伏啊并不是断了，他这种毁啊还有，这毁呢就是粗毁、细毁、尘沙毁、见毁、思毁、无明毁，就是这个毁，毁就是不明白这种的东西。那么就说叫你断了毁，断这个见火、思火，这叫此有坐处。你慢慢呢给他讲这个苦寂灭道这个法，讲这四谛法，这须臾穷子啊，此有坐处，这个地方有修道的地方，有见道的位置，备于汝之。在这个外道所修的这种苦恨啊，它可以伏毁，把这毁呀、啊、不能断了，他伏伏了这毁呀、啊、他可以升到啊色界、无色界天，可以升天。所以你好像现在一般的外道，他就啊说啊、哦、他们升到天果乐园去，就是这一类的啊。他仅仅能伏，把他这个毁呀、啊、降伏了而没有断，也可以升天。但是升天是没了生死，没有出三界，还是在三界里头，在三界里头就等于火柴一样。那么现在叫这个备于汝之，怎么叫备于汝之呢？啊，就是给你啊两倍的价钱。什么叫两倍的价钱呢？就是你能证到四果恶罗汉。啊，给他说这个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这个法呀，你依照这个法去修行啊，依照四谛和十二因缘这种的方法去修行，能可以呀、啊、了生死，能可以呀、啊、证得四果啊，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能可以啊了生脱死。所以啊，这了生脱死，这叫备于汝之啊。穷子绕许，
将来始作。这个绕许啊，穷子绕许，绕许啊，就是有这种的机，有这种的众生可度，你就度；要没有这种众生可度呢，就停止。啊，这就叫穷子绕许，就是他答应了，将来始作，你就带他来呀，叫他做，叫他做这个功，也就是叫他修道。啊，绕言欲何所作？假设这个穷子他要问你呀，他要问你说是你叫他做什么，啊，便可与之。你就对他说了，啊，你就告诉他，故汝除粪呢？说故，叫你做什么？就是叫你除粪。什么叫除粪呢？我方才呀，没讲经之前呢，问老钱，看看他，因为他在前面，看看知不知道这个除粪怎么除法。啊，除粪呢，就是扫地、扫粪。就收拾厕所。什么叫厕所呢？这是个比喻，就是四地之中这个苦寂二地，这叫除粪啊。苦寂二地，苦和地和寂地，这也叫除粪。也有除这个见和见毁和思毁，这也叫除粪。要修道啊，见到位，修到位，断这个见，见思二毁，这叫除粪。啊，就是啊，断这个你的无明，这也叫除粪。因为这个二乘人呢，他修苦空，他不愿意啊，这个净佛果度成就众生，不愿意行这个菩萨道，所以呀，只可以叫他除粪。啊，所以说你便可与之，你就对他讲，说故汝除粪，我等二人一共如坐。我等二人，这个二人呢，就是小乘的和大乘的在一起啊，由这个小乘而转入大乘，因为这个大乘人在这儿啊，来领导这个小乘人，也到这个大乘那里边。所以呀，叫全己和实己一同修行，所以这叫啊共坐。我等二人一共如坐，俺们也修这个小乘法，所以呀，这菩萨和声闻在一起，这叫共坐。是二十。既求穷子，第一得之，具成上士。十，这个佛啊，密遣二人，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做。先呢，给这个菩萨化了妆，变成啊，菩萨变成二乘人，所以呀、啊。都化好了妆之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二使人菩萨化妆成声闻圆角，这两个使人即求穷子，就到这个小乘的人呢住的这个贫里这个地方，即已得志。到这一看呢，果然就有这种的小乘的众生在这个地方，
啊，这就是积阴得志，聚尘上士。结果和他讲前边呢，佛告诉他怎么样去和这小乘人谈话，讲小乘法呀，聚尘上士，就是对这个小乘人来讲。而是穷子先取其家，寻于除粪，其父见子敏而怪之。释迦牟尼佛密遣这两个人对这个穷子啊来商议，请他去除粪。这个穷子呢，他恐怕呀受人的欺骗，于是乎啊就要先取其家，就先问明白了多少钱。那么究竟多少钱先取其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一问呢，我修能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利益。你叫我修这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咱们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要先取其价，寻于处分。那么这价钱讲明白了，于是乎啊他就去帮着这个长者做工去了。处分就是除去苦地和忌地的粪，也可以说除这个见思的粪。其父见子，这个长者看见这个二乘人呢，就佛看见二乘人呢敏而怪之。怎么叫敏呢？敏就是怜悯，可怜的。可怜他什么呢？说是啊，我这有大乘的法宝，为什么你不修，你专门修这个小乘的果呢？所以这叫怜悯。而怪之，怎么叫怪呢？怪就譬喻他不求大乘的佛果，所以啊这很奇怪的这个人啊，怎么不修大乘法，专修这个小乘的法呢？所以叫敏而怪之，敏而怪之。这个先取其价，讲起这个价，咱们这个《法华经》里边也有一种价，什么价呢？多少钱呢？这个价钱，这个《妙法莲华经》它有一种啊不可思议的这种价值，非常微妙，不可思议。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想起在这个以前的人呢诵《法华经》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出在这个晋朝的时代。那时候有一个法师，叫什么法师呢？叫这个谭毅，谭就是谭花的那个谭，毅就是生住意灭那个意啊，上面再加一个语字头，
叫翼，就是张翼德那个翼，当个翅膀子讲，当这个巧鸟啊有个翅膀，这个翅膀那个翼，这个翼。这个法师啊，哎，他以前呢是个野鸡，野鸡呀、啊，就是在山上那个飞的那个那种山鸡，山鸡，这美国有这火鸡，它不是那个火鸡，是个山鸡，在山上飞的，叫鸡。它怎么样的来源呢？它以前呢，在这个余杭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师叫法智法师。这个法师呢，专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他讲《妙法莲华经》呢，就有一个这个山鸡呀、啊，就来听经。这个山鸡呀、啊，来落到一边，啊。每逢他讲经他就来听，一听听了多少年呢？听了七年，听了七年经啊，这个山鸡就死了，在这听听经就死了。有人说哦，那听经没有什么好处，连这个山鸡听经都听死了，那不要听经了。这个死了，可是死了。这天晚间，这个法智法师啊，就做了一个梦，看见呢一个童子，就一个小孩子，来就对他讲，说我呀，就是听你经的一个山鸡，现在呀。我死了，因为听《法华经》这个力量啊，不去做山鸡了，要来做人。我这个做人呢，就我托生到山前呢，有个姓王的王居士家里，啊，我明天呢就生在他家里，将来呀。我还要跟你出家的，那么等到过了几年，大要三四年的时间，这个王居士就请这个法智法师去吃斋，去吃斋，法智法师就去了，去了一进门，这个小孩子就说：“哦。”我的法师来了，那个法智法师因为有那做过那么一个梦啊，也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山鸡，他说哦，这个是就是山鸡的儿子，这个你这个儿子就是一个山鸡啊，于是乎把他衣服给脱下来，看他在这个背。这个地方啊，果然有三根那个巧毛，那个鸡山鸡的毛有那么三条，这证明是不错了。那么这个王居士说：“哦，原来他是个山鸡，好了，这回可以修道了。”于是乎，七岁的时候就叫他出家，也出家了。出家他也晓得诵法华，诵法华经，就念诵法华经，在这个地方他就修了一个经舍，叫法华经舍。修法华经舍啊，在这念法华经，念了十多年呢，十几年。有一天呢，
就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拿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人家叫把子，这个里边呢装着一个小白猪，小白猪还装着两头蒜，在这个篮子里，两头蒜呢，一只小白猪用这个篮子拎着，身上穿的衣服穿的花花绿绿的，穿的好像很不守规矩的这么一个女人，拿着到这地方来呀，就要在他这个精舍这住取，说是啊，因为到山里头啊来采这个药啊，采药材，也没有得到药材呀、啊。但是山里头狼虫虎豹很多，这野兽很多，如果他要回家去，一定会被这个狼虫虎豹吃了，所以无论如何就要在这住一晚，住一宿。咱这个谭鱼法师就不留他，就拒绝他，我这不能留女人在这住，你这个到旁的地方去了。但是其他也没有住的地方，这个女人无论如何也不走了，你怎么样撵她她也不走啊，你看她就放赖了啊，你怎么样叫她走她也不走。你看谭鱼法师也没有法子了，就叫她在这个草堆上住，住晚年就在这住下，住下来你说怎么样啊？哼，奇怪的事情又发现了。这个晚间呢，这个女人呢是又哭又喊，就说肚子痛，一定啊叫这个谭鱼法师来给她按摩按摩按摩，你懂吗？啊，就是要她这个肚子痛嘛，她说要人给她磨这个肚子。这个法师你说怎么办呢？遇到这么一个魔杖他就用一个锡杖那四十二手不有个锡杖手啊，那锡杖手啊他用布啊把这个锡杖啊包上，他就用这个锡杖啊离得很远就给他按摩，给这个女人按摩啊，他不用手啊给他按摩。按摩这个女人她要过了一个时期就好了啊，好了可是好了，等你第二天天一光的时候，一天明了的时候，这个女人呢这个花花绿绿的衣服啊就腾空了，腾空起来啊，这个花花绿绿的衣服就变成五色的祥云，五色的云彩。他这个小白猪呢就变成一个象，这两头蒜呢就变成了两朵莲花，一朵就是这个象站着的一朵莲花，那一朵就是这个女人站的。这个女人在空中就对这个谭鱼法师说话了，说你呀修道不错，我呀我就是普贤菩萨，就是现在我们讲普贤横啊，横元品这个普贤菩萨，因为过几天呢你就应该到我的这个法会里头来，我现在啊故意来试验试验你，你的道心呢果然不错，坚固。那么现在啊我这个试验呢你已经合格了 ,passed, 啊。那么将来呀你就做我的眷属。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虚空哦就大放祥光啊。那么当时的皇帝呢也看见这种的情形，所以以后就在这儿给造了一个法华寺，造了一个庙。这个呢一个山鸡呀、听法华经都有这样子的感应，咱们人要听法华经也能 感应更大了。我再啊讲一个公案，在梁武帝的时候有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叫什么名字呢？叫道济，有个别号呢就叫总持。他是谁的徒弟呢？他是这个菩提达摩的徒弟，菩提达摩。他自己解一个毛难呢，就专门诵法华经，专诵法华经。这一生啊，就是诵法华经。赶以后呢，这圆寂了，这个人就把他埋到他修行这个小茅棚的旁边。过了七八年的时间，你说怎么样啊？他这个坟上生出一颗青莲花来。这件事情也就给皇帝知道了，奏明皇帝。皇帝到这一看，说那把他坟刨开看看，这个莲花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刨开这个坟一看呢，这一坨莲花，青莲花是从他这个口里头生出来的。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为什么他会生青莲花在这口里头呢？就因为他在生的时候诵法华经，这是给人一个证明，证明你诵法华经呢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位叫花手尼，花手，他这个也是一个比丘尼，他持戒律非常清净，专门呢修持戒律，不犯戒律，又诵念法华经。他诵法华经呢，念一件法华经，这手里头就生出一朵莲花来，在手上手纹上在手纹上就有一朵莲花现出来。哦，他这一生把整个手两个手都生的 是莲花啊。那么皇帝也是把他请去了看，皇帝看他手上这么些个生这么多莲花，于是乎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花手比丘尼。这都是在中国诵法华经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法华经你不要说能听过讲你就听一听这个法华经的名字，那都是有大善根的人。那么说我们现在听法华经这些个人都是有善根的咯？当然了，有没有善根呢，你连这个门你都进不来的啊，你就进了也又要跑了啊，你就回得进了也不会长久的。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它这个价值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现在能讲这个法华经这一种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在这个以前呢，有一个叫法云法师的，这个法云法师也是专门讲法华经，一讲法华经就是由他的辩才无碍，非常聪明。这个法师讲经讲得非常之好，有一个和尚就发愿供养这个法师，又发愿呢
要生生世世和这个法师一样啊，是相貌也一样，辩才也一样，愿力也一样，发这个发这么一个愿，要学这个法师这个样子。刚才晚间呢，这个和尚他也自己做个梦，做什么梦呢？说是你呀，这不容易学的，这位法师在这个日月灯明佛那时候已经就讲《法华经》了，不是现在才讲《法华经》，所以他讲的这么样子微妙不可思议啊！你要想学他，那要慢慢的才可以学得到的。所以这个讲《法华经》呢，也是一种难遭难遇的这种妙法。